钱律，我不认识你嘛，没关系。我们认识一下，我叫罗宾，林家应的律师。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你当初是怎么伙同他人，给林家应设套做富强公证的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叫麦飞，我爷叫麦志高。 是你骗我爷爷做的富强公证，想起来了吗？我不认识麦志高，那是不是你们找错人了？我们来找你，是想给你一个机会。我们可以陪着你去自首，也可以为你做辩护，争取从宽处理。如果你的同伙敢在你前面去自首，那你就惨了。先看看这个吧。 关于依法严惩、套路贷、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，主动投案自首，承认自己罪行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、继续为非作恶的，将依法从重惩处。湘君，妈，你怎么在外边说话呢？哦，没事，两个朋友随便聊两句。 你先进去吧。屋里聊吧，外边太热了。没关系，阿姨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您收下。我们是律师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可以随时找我们。您觉得他会自首吗？他会的。为什么？他胆子小。 而且是被强迫的，所以他需要挣扎一会儿，越挣扎越痛苦。当痛苦大到承受不住的时候，他会选。据说他还是个孝子，所以让他跟他妈妈把该说的话都好好说说吧。你在车里等我，我陪您一块儿去。 老板，别熄火，随时准备报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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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干嘛呢？我是律师。你有恐怖很快就有牢狱之灾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收好。注册公司进行套路贷是违法犯罪活动。 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通过正常招聘来这里上班的，我想你们一定想知道，在套路贷公司上班，算不算是违法？会不会被判刑？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，随时向我咨询。嘿嘿嘿，你们干嘛呢？啊，音乐怎么停了？玩呢？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来取证，还有什么？普法宣传啊，太好了。 反套路贷啊，法在身边，普法宣传，进社区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预防套路贷的普法宣传的，您看看了解一下啊。哎，亲亲有规劝陪同投案的，或者亲友主动帮某家违法犯罪人送去投案的，均视为。关于防范套路贷的一些知识，是什么呢？ 是出借人强迫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，又通过循环转账的方式呢，将款项转给借款人后，又回到出借人的账户，制造出这个款项呢已经实际交付的行为，并借此通过此民宿事件，然后进行申诉，这个行为就涉嫌了刑事犯罪行为。你要不说，我们真的就很少听到这种。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短信，记得一定要全部都截图下来，还有保留所有的通话录音。 然后到互联网金融协会去投诉。记住啊，每天一定要多投诉几次，因为投诉的人数众多，您不多投诉几次的话，很可能会被盖过去的，好吗？嗯。大爷，我跟你说啊，像这种对于恶意骚扰的电话号码发送的短信呢，我们其实是可以作为垃圾短信进行举报的。就一个移动号码被举报3次以上，移动运营商就会把这个号码给拉黑了，然后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收到这个号码发来的骚扰短信了。 你不是一个人在站台，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，他们是一个团伙。
坏人之所以嚣张，那是因为好人沉默。坏人都合起伙来组团干坏事了，那我们做好人的也不能单干。既然他们是团伙，那我们就是团队。他们是团伙啊，他们这叫勾结，我们是团队，我们这是团结。 出去也不让别人进呢，我报警，你们只要警车一到，他们就撤了。我们这儿有录像，都给录下来了，您能看一眼。